摸他尾巴，他耳朵在哪边？哎，可以摸摸他。我要摸摸吗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现在不要摸，他咬那个。不可以，没有关系，可以摸，也可以摸。摸他耳朵，不要摸嘴巴就好。摸嘴巴。摸他耳朵。黄晨去摸他耳朵可以。我不要摸他耳朵，再摸摸。好，摸摸其他地方也可以。狗狗不可以接。嗯。对，不可以。狗狗调皮。黄晨跑哪去啊？跑房间里面去啊。他会打开门的，你看。狗狗处罚他。啊，狗狗要处罚他，处罚他的关节，对不对？罚站了，关节。嗯。处罚他。处罚狗狗啊。处罚狗狗。嗯，狗狗为什么要处罚呢？他是不是不听话？嗯。不听话。要把关到房间去，对不对？要。啊哈。狗狗你不听话。要把你关到房间，好，爷爷起来。嗯。爷爷生气。爷爷没有生气啊。爷爷不可以咬。哎，你骂多哥，不可以咬。他一直咬一个东西，你看，好讨厌。什么东西呀？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盒子。那个小盒子，装药的盒子。哦。